谢谢夏猴哥的两个飞机，谢谢谢谢。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，先送他一下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多 A 点兵攒攒怒气，再 Q 一下。我们鳄鱼只有怒气啊，抽一下，行为再血的减速啊，回点血，马上升这波，有怒气了。咬住偷走，不打了，下边再说。有的兵可以不要了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现在是六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扣一下，马上升三，一过来再一晕度 A 接一个扣，原来他二级学的 E 呀。闪现点燃，一过来 W 柱抠一下，没事，先给他换了也可以。有些兄弟可能疑惑不解，为什么刚才我要闪现，那是因为如果这个兵死了以后他升了三了，有可能我们就打不死了，我一定要让防御塔来打我，知道吧。感谢嗨呀好气在非洲的前期，还有40秒开奖啊，现在是1/8的中奖概率。谢谢钻石王老五，小丑可能还在旁边，这波可以不打，他出了两个布甲，抽一下晕住，应该一走再一，小丑搁旁边呢。抽一下，让他推啊，这波让他推。还有7秒钟，谢谢孙悟空、蓝林汉、钻石王老五、呼啪啦浩宇。一上来抽一下 ，W 柱走了，不打了，我就是回一下血，抽一下。行为再直接一个红路军，红路扣，耶哈哈哈哈哈哈，谢谢鬼头冠状钩。回家了，我们这把直接来个小反甲吧。直接先来个小反甲，这样小丑也打不动，弱手也打不动，他还出小反甲，我们也得出小反甲。这波他不知道我要升啊，我们 E 上来他有可能要拽我 A E 过来 Q 一下，平给升大招，直接咬住给大 Q 死，炮点炎，感觉这波可以省一个点炎的。
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Enemy double kill. 嗯？为什么砸我？是个傻逼。大慢了，我一开始想省个大，我说实话，我一开始想省个大招，完了后来我又发现好像打不死，哎，我一想算了吧，不行了。也买铁刺鞭、红宝石、一双皮鞋。剑圣看看什么103剑圣还行吧，那这红给他了吧，要不然红我就拿走了。先攒个怒气啊，马上有大，看他能不能忍得住，我们就兵线就放在这里，一 Q 他一过来 A 疾跑开了，晕住开大招平 A 铁刺鞭交闪了，行，两管怒感觉杀应该没啥太大问题，两管怒一上来晕住 A 都走，他如果走的话他这波兵就别吃啊，挺好，他不吃拉倒。A 哈布牛铁刺鞭 ，A 接 Q 一走，一回来拉我 Q 一下。先攒个红怒啊，小丑来了。一上来 Q 一下，一过来，剑圣来了，可以。怎么炫那个恐惧时长时间这么长啊？这恐惧啊，恐惧时间好长啊！这小丑，两个残血，非得要杀我呢。剑圣来了，你没看见，我也没看见。先插个眼儿，铁刺鞭晕住平 A， 再 A 一过来躲 Q， 再 A， 再 A 一过来点燃接 Q 接平 A 死。在这等着啊，在这等着他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大度咬住 A 铁刺鞭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平 A 红怒 Q， 少了一层塔皮，不过没关系，塔皮跟他的钱差不多，塔皮160，他170。狐狸来了，看狐狸有没有大啊？狐狸来了，我不知道他来干嘛。他来一波，自己中路塔没一波，我不知道他来干嘛来，不知道要干嘛，很奇怪。
本来自己安安心心吃兵挺好的，非得过来收一波线。回家了，我们咳血战俘了。中路十级打八级，我天哪！这把得要个水银，还得要个血手。哎呦，可以啊，兄弟。还剩一层塔皮，我们把这塔皮给他吃了。12分51秒，赶紧吃。在草丛里，就这样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，看着你，我都没想到他敢瞪我。我希望这小丑敢杀我，来吧，小丑，你不杀我，那我可要杀你了。W 铁四边 A 加 Q 必死，你不杀我呀？A 接红木扣 ，E 上来可血战斧平 A E 再 A， 闪现 A 接闪扣，咬住平 A， 出小兵也可以啊，扣一下 ，E 过来，小丑呢？那剑圣下不来，咱可不管了啊。来，这狐狸必须我上了。哎，给我 W 的快！石头人没大吧？石头人有大也不能这样啊！这一波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有大。直接咬住石头人 A 接 Q A 接 E 过来平 A E 过来可血战斧，他杀我们家发条，你开玩笑，你俩打得动我？红怒 Q 走位，好啦，别着急上啊，来 E 过来直接晕住，再 E 过来我们死了。啊耶，我不赢了，那狐狸来了，那狐狸打人有点疼了。哎，我还念个咒行啊？黑切呀，黑什么切？我们血手，血手，要不然就死亡之舞，死亡之舞吧。你记住鳄鱼现在的涂装就只是可血战斧、死亡之舞、荆棘背心、振奋血手啊，我让你在团战之中能活够30秒。对面死人了，你还可以加血，一过来丢一下，先 A 这个，完了咬错了，可血战斧没事 ，A Q， 小丑，这是假的，这居然是假的，我没想到啊，
你敢回头吗，小伙子？别着急啊，他可能得骚。三二一，小丑出现，一过来，哟，预判失败。你还敢瞪我？我没咬你，我咬你！我给你上去开视野。拉倒，从塔里边出来。这要是出血手，刚才这波应该死不了。30秒，我这没成型呢，那两件装备就扛30秒。你等我成型呢，你别着急，咱这是没成型呢，这属于正常现象，这让狐狸给秒了也属于正常呀。对面女警这么肥呀，我才发现呢，原来是这样吗？那我们得杀女警了啊。这走，我来把那峡谷打了。八二了，别是啊，八二了。把蓝打了去，完了这眼儿塌了。一过来踩夹，没关系，开大招，闪现咬住 ，A 可血战斧 ，A 接 Q， 是你叫女警，你给我大走，不大是吧？不大，我们过来找这个洛克萨斯之手，找到他，就这玩意儿，直接溢出来 ，W 度可血战斧，哎，他怎么晕的时间这么短啊？他点了韧性吗？他韧性好高啊，他没出水银鞋他韧性这么高，我这晕1.5秒，感觉只晕了1秒钟还是0.75秒。撤，跑哪了？哎呦，这剑圣可以。撤，这波没大招。哎，我为什么点了欢心呢？我这鳄鱼，哎呦，我这鳄鱼没点印星，我说的嘛，我不记得我点了欢心呢，我记得我点的印星啊，传说印星。谁呀？给我往上勾勾勾勾勾勾，哦嘞哦嘞哦嘞，你们杀我，我血手还没触发呢，你们杀我，掉血吗？啊，踩夹了。小丑搁哪呢？打大龙子。投降，
下一局